动。一道弧线是脑门，半个花瓣是嘴巴，一片树叶，两片树叶，再加条线是耳朵，左边弧线朝右弯，右边弧线拐到弯，头和脖子连起来，一道弧线做后背，向上扬，写个三，小鹿尾巴摇一摇，前腿像个擀面杖，一条弧线接个弯，半截擀面杖，一道小杠杠，后腿原来朝后弯，黑豆做眼睛，弯道当眉毛，半个圆球球，半个圆球球，再画三个圆球球，圆球大小不一样，一只小鹿跃纸上。